听着听着有没有被疗愈到呢？拥有温暖歌声的郑成焕，18日举办了他个人第二张迷你专辑 Showcase， 被称作继柳在下、李文世、深山勋、陈世金之后的抒情歌曲界的世孙，对于这样的称号会不会感到有负担？저한테는아직도너무먼선배님들처럼느껴져요너무멀리계시는정말위에계시는선배님들처럼느껴지는데제가오디션프로그램나왔을때부터그렇게불러주셔서항상감사할따름이고근데조금아자격이있나내가뭐그런생각을또많이하기도합니다그냥감사합니다네발라드의새소원이라는수식어가좀무겁게느껴졌거든요네그러니까새소원이라는건좀어떻게보면귀여울수도있는데단어자체가주는어떤무게가있더라고요아무게가있죠네좀귀여운수식어를해주시면어떨까그래서사람들이붙여준게발라돌발라돌네좀더귀엽게발라돌이어떨까요발라就称人家是抒情界王子就好了吧。而每次出新曲都能成功横扫音乐榜首，这次碰上强敌防弹少年团与 TWICE， 对此郑成焕表示。개인적으로그분들의팬인입장에서활동이겹친다라는것만으로도조금기분이좀색다른게있거든요물론뭐걱정이되는것도물론있겠지만은그래도같이함께활동할수있다는거에감사하게생각하고있고요그와중에도혹시라도저를찾아주신분들이계신다면뿌듯함이배가될것같습니다네